Samuel Sir， 頭先我哋就睇咗一個騙取財產嘅個案啦。其實弱腦嘅成因係有啲乜嘢，同埋點樣可以預防或者解決呢？大家睇埋落去就會知嘅啦。除了警方接獲的弱腦類別之外，弱腦還包括疏忽照顧、遺棄長者，而引致弱腦的原因亦都有很多的因素的。我相信大家知道了更多有關弱腦的資料之後，都會在想到底為何會出現弱腦這些的個案的呢？徐博士，其實有哪些的危機因素導致弱腦會出現的呢？可以看幾方面，長者如果體弱多病，他的智力一直下降，照顧不到自己，管理不到自己的財產等等，在這情況之下，他的危機會多一些，因為有些人就會hold住他的弱點去剝削他的。第二方面就是照顧者，有些人就是有暴力的傾向，譬如他有酗酒、毒癮，或者他有性格缺陷的方面，他基本上都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人，這些照顧者就比較是有危機的。第三方面就是照顧者自己本身在照顧過長者的情況之下，有遇到一些壓力，譬如自己不懂得疏導自己的情緒，他有些憤怒的情緒已經發洩在長者身上，這些都是危機因素來的。婆婆，我知道你和兒子，你的兒子呢，有些不愉快的經驗，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？因為呢，他小時候都很乖的，但不知道大家呢就變了，就是群埋啲人不是那麼好，惹上了賭癮咯。自己幾十歲啦，諗住佢都靠得住我啩咁啦，同佢聯下名啦咁。後屘我又問個仔，我唔見咗個銀行簿，咁啊點算咧？我成日懷疑自己俾人偷咗，佢話使乜驚咧？又攞唔到錢嘅咁。佢話你揾多次啦，咁我話真係去揾啦，揾啊合真係喺個櫃等我。咁我話點解人會喺度嘅咁喎？咁佢又冇出聲，我又唔識睇啊，又冇錢。拎咗我唔知咧，咁我後屘又俾個女睇咯。佢話唔知幾時又攞一次，幾時又攞一次，見到佢又鬧佢咯。我話你點樣拎我啲錢咧？你開心變成同我講，或者我幫你咧？你咁拎我仲嚇到我一驚。啊！咁當時你知道佢攞咗你啲錢去用咧，你有咩感受呢？梗係好嬲，好傷心咯，自己好艱難揾噶咯。事件發生之後，你依家仲有冇同你個仔咧用聯名户口呢？我家咧取消咗佢個户口咯，咁咪唔同佢聯名咯。我哋見到陳婆婆咧喺遇到受到虐待事件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冇選擇去逃避或者係啞忍，而係咧積極咁樣去求助。而且咧喺求助嘅過程之中咧，亦都好主動嘗試去從根本之中咧解決問題咧，呢個態度係非常之積極嘅。如果咧喺即係長者喺比較早期嘅時候發現即係有虐待嘅情況發生，而佢哋及早求助嘅話咧，我哋發現咧通常咧就係個情況未去到最壞啦，咁雙方家人咧仲去到即係仍然有偈傾嘅情況咧，咁可以比較平心靜氣、冷靜咁樣落嚟去溝通一啲相處上嘅分歧啊，或者咧係會唔會有一啲誤會啊，咁及早可以解決清楚嘅話咧，就唔會話演變到去即係日後嘅悲劇咁樣咯。我相信陳婆婆嘅個案只係冰山一角，啊，仲有好多嘅老友記咧，因為家丑不出外傳，所以冇報警，又或者係揾唔到適當嘅人士去幫手。其實如果事件得到適當嘅人士，好似社工及早介入嘅話，相信會容易解決好多。老人家除咗揾社工協助之外，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奇樂警訊，做個精明嘅老友記。啊！依家坐喺我身邊嘅咧，就係嚟自屯門團結精英嘅阿 Jo 啦。如果大家有印象咧，阿 Jo 之前都為我哋帶嚟一啲嘅防罪貼士噶。Jo， 你有冇聽過一啲咧有關屋企人侵吞咗長者財產嘅個案咧？
有啊，好多添啊，俾屋企接，俾屋企嘅人啊，屋企嘅太太啊，甚至乎仔女啊、細佬啊咁侵吞咗佢哋嘅財產。最近政府咧有好幾千蚊俾啲長者，咁啊連呢幾千蚊都俾佢啲人，俾佢啲仔女啊、親戚啊呃曬、呃埋添啊。咁作為一個精明嘅老友記，可以點樣預防呢？最好啊，將啲財產、將啲錢啊，屬於自己嘅錢啊，入翻落自己嘅户口。或者等埋自己知道嘅地方等埋佢。除咗老人家要自己識得自保之外，對於冇能力照顧自己嘅長者，警方連同社署都有協助呢類型嘅長者保障自己嘅財產。如果警方咧係預見到一啲長者咧係缺乏自我照顧能力嘅咧，我哋會轉介去社會福利處啦，去尋求一啲社福嘅服務啦。而佢個程度咧係嚴重咧，我哋仲可以咧協助佢咧尋求依個監護委員會嘅幫助嘅，包括咗咧係照顧佢哋身體啦，或者係財產方面嘅。如果長者身邊人咧係發現咧長者可能係被虐待嘅咧，佢哋可以向佢哋嘅社工啦或者醫護人員咧係要求協助嘅，甚至咧係可以報警求助。冇錯啦，大家要發揮守望嘅精神，主動去幫助同埋關心我哋身邊嘅長者。而除了侵吞財產之外，身體虐待也是另外一種常見的虐老個案。在下個星期回來，我們會繼續跟大家探討一下的。那大家就要記住留意了。而除了虐老之外，其實長者經常都成為交通意外的受害者，就好像以下這個例子一樣。我現在就身處在深水埗，而在我背後的就是圓洲村。我現在身處這一條就是發祥街，而在大家看到這個路口，也就是發祥街和青山道的交界，就發生了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，導致一名81歲的男子死亡。所以來到這裡跟大家呼籲，希望各位幫忙提供消息。意外是發生在今年的4月5日星期五下午的3點10分左右，當時一架貨車正是沿著發祥街行駛，當它到發祥街和青山道的交界右轉出去這個路口的時候，就將那名正在橫過馬路的男子撞到了。那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，其後被送往醫院搶救，但是很不幸到最後是證實傷重不治的。在這裡呼籲大家，有沒有人在今年的4月5日星期五下午的3點10分左右途經深水埗的發祥街和青山道的交界，而有目擊到意外發生的情況？如果大家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，請你和我們西九龍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的同事聯絡，他們的電話是2773-5200 2773-5200。另外都想提醒大家，當大家橫過馬路的時候，應該要使用適當的行人輔助過路設施，而駕駛的人士每逢去到人多擠迫的地方，記得要特別提高警覺，避免意外的發生。這裡是大嶼山的神奇道，在這裡發生過一宗致命交通意外，警方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提供消息。在今年的3月4日中午12點鐘，一輛銀色的私家車就沿著神奇道往九龍方向行駛，當佢駛嚟神奇道同埋幻想路嘅迴旋處之後，呢架私家車就失控，鏟咗上中央分隔處呢一度。車上面嘅一名男乘客咧嚴重受傷，佢被送往醫院搶救，可惜最終證實不治。警方上度作出呼籲，有冇人喺今年嘅3月4日中午12點鐘目擊到呢一宗嘅意外嘅發生咧？如果大家有任何資料提供嘅話，就請你盡快同新界南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一隊聯絡。他們的電話是3661-1300 3661-1300。馬路如虎口，大家一定要時刻保持警覺，亦都要守法忍讓，這樣就可以避免意外發生啦。而今集的警訊也都差不多了，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，拜拜。憑自我硬漢子，拼出一身刺，盡赤心追尋大意義。